今天我们来到了曹大哥的棚里，曹大哥一直用巧克力用了好多年了，是吧？对对对。那您种这个百合，这种了多少年了？我种五六年了。这百合种五六年了。啊，对。您这刚开始用的时候，没用巧克力之前，这个底肥是怎么用啊？哎呦，胡用八用。胡用八用，那就是用什么呢？反正来说这个，复合肥啊，有菌肥 这些的。哦，复合肥、菌肥之类的。你这接触巧克力接触了有三四年了吧？有吧？有三四年有了。三四年有了哈。三四年有了。然后用了以后一直用着。哎，对，一直用。那我得随便问你一下哈，曹大哥，你为什么一直用巧克力？你这用了巧克力，从哪个方面，就是你知道你相信巧克力这一块？哎，哪个方面？我是一边慢慢的是发现这东西做地肥和这个虫效果都很好。就是从哪个地方？就是从这个会这个头子根系这一块，还是从哪？就是这个用了以后啊，从哪个地方能看出巧克力这个效果来？我是意思，你有发言权，我是说心里话。用这种效果啊。反正他说他这个，就说能保持这个，好说你就说肥，就好说虫肥，因为虫肥不是正常虫嘛，它有时间虫也不中，但是它能保持这肥力，晚上晚主要肥力，哎，能把地里的肥力，不至于然后这个你好说这个肥虫跟不上了啊，它能往续上这个肥，而且主要它嘛，它主要它根好，根好，哎，主要根好，根系好是吧？像您这个棚的话，这是面积有多少啊？像这个，也就算一亩嘛。哦，有一亩哈是吧？啊，哦，你这个一亩这一片上都用了是吧？对，哎，那地肥虫，地肥就是吃巧克力，巧克力哈，地肥都是吃巧克力啊。我这个虫还是吃巧克力，但是就是说这个那肯定是其他的元素多少加的，但是主要以巧克力为主。你说说用了以后这花头这块能看出来吧？这花头，花头。花头这块应该还是那个吧，主要是它是能保持这个叶子绿这块的，就这块保持性了。这块因为说百合这块这两年的行情还比较好，是吧？所以说这怎么说怎么了，一定什么用了我们产品啊，不是我们的产品了，就用了咱说也算我们的产品吧。用了以后一定给你带一个意想不到的效益，你说吧？对。咱说种个地也不容易，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得到您的认可。也是我们感到挺欣慰的啊，还是一直你得啊，你有什么建议，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和我们说一下啊。行，这我还真想说建议和想法。行，那到时候有机会，咱再到时候一起咱再聊，好吧？行，我反正慢慢试，我发现它的好处在哪个地方，能这个用起来这个让它发挥最大效益。好，这点是应该是那个的，你把它这个对这个最大效益发挥出来，在什么时候？而且今年我是用地肥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冲啊？冲多少量啊？能出效果，这慢慢摸索呗。对，那感谢曹大哥。这客气，好嘞。